翘又根根分明，好吸引人哦。好大颗哦，真的耶。不管是在跳舞的时候、运动的时候，或者是你要表白的时候，睫毛真的都很重要。我记得我之前有一个工作，它的主题是冲浪，我就用了我的小法宝，然后就帮他上妆了，之后他就去冲浪了。然后他冲完回来，我就立刻跑到他前面这样去看，他完全没有晕，连冲浪都不花，不花，而且很完整。欢迎小法宝，就是这一个不晕不塌睫毛膏。是不是超级小？这是我目前看过最细的刷头。然后像这种刷头啊，其实你睫毛的任何角度都可以刷得到，而且它不放过任何一根睫毛。就像我们就是睫毛很稀疏的人啊，其实你一两根有刷没刷就差非常多了。膏体啊，它的附着性也很高，它只要刷两下就很容易显色。那我现在拿的是黑色的，黑色的呢，它刷起来就会比较深邃，然后就比较浓密。它还有一支是咖啡色的，所以比较自然的妆容，对，比较自然。所以如果比较喜欢自然啊，或者是眼神温柔一点的温柔小姐姐的感觉，其实我觉得可以试试看咖啡色的。对，而且这支不会晕也不会塌，它就是持久力非常好，对，持久可以刷去冲浪的。示范艾雅的那个眼睛给大家看。第一层啊，我通常都会是打底。打完底之后呢，如果你想要让它再延长的话，就是加强你的睫毛的长度，你就把它拿成直的。直的，对，直的啊，直的，长到，因为它上面呢、啊哦，就是有纤维，厉害，哎、欸，我们看一下，第一层而已哦，很厉害，那眼睛好大，你瞬间大小眼呢，这个人大小眼呢，对，好害羞哦。我刚刚不是说它附着性非常强吗？它更强的是它完全不会很重，眼睛比较敏感的人就会觉得哎、欸、很重，然后一直很想睡觉的那种感觉，反正眼睛会看起来更小，对，然后你就会觉得眼神盖盖的。所以呢，像这种它附着性很强，但是它很厉害的是它很轻盈，所以你看我只刷一层，然后再刷第二层的时候啊，我可以用拉的，就有点像是拉胚的概念，就是把它放在睫毛的尖端，然后这样子往上拉，你想延长哪里就延长哪里。眼跟右眼的翘度完全不一样，完全不一样，它就整个是很自然，对，它就整个飞翘起来。它会一直这样翘一整天吗？一整天，现在刚刷一整天，一整天很厉害哦。它真的是每一个角，因为你真的没刷很多下，我没有刷很多下，哎，看超扯的，哎，而且你也没有先夹，哎，对，就是它就照着纹来，对啊，夹子，因为它刷头很小，所以有一些人不是会很手残，因为有一些睫毛膏的头不是很大吗？手残就是这样一刷，然后就沾到眼睛，对，整个就是黑掉了，你就觉得哦，有时候如果我已经晕好下眼影了，我又沾到了，整个就毁掉，就很气，所以这一支就真的很完美的可以刷到。就是上睫毛跟下睫毛，换下睫毛了是不是？对，睫毛也好重要哦，又翘又根根分明，好吸引人哦。而且你看，我真的就是随便刷两下而已，毫无存在感耶，真的，完全没有重量是不是？完全没有，所以你看，我真的就是随便刷两下，好长哦，下面下睫毛都整个长出来，整个炸开，炸开，大小眼，大颗的眼睛，大小眼，就自己还有一个小配波。就是它可以拿来当做不晕染的眼线，怎么可以拿来当内眼线？真的，真的。但是呢，你要用内眼线之前，就是我会拿出，一定要搭配这一支刷子，这一支很扁很扁的睫毛膏刷，是这样子沾这个睫毛膏。如果你觉得膏体太多的时候啊，其实可以在上面刮一下，对，然后直接用盖印章的方式盖。好神奇哦。对，你看哦，我只盖三下。内眼线就好了，好大颗哦，真的耶，什么？而且很有钱的耶，自然的，你真的像看不起我们哎，这个刚好又没有晕染，所以他又当眼线，刚好哭了也没关系，对，非常完美。你现在要不要替换？你要吗？要吗？这次很厉害的是，因为这个厂商啊，那时候是请了十几位彩妆师，然后共同研发这支，所以彩妆师其实对睫毛的要求非常的严格，所以不晕不塌，然后又防水就非常的重要。